即将空空飞弹一个发射出去，场面就足大。伫咧屏东进行陆空飞弹射击训练，验证各种精准弹药的效果，顺利拍到飞机。除了一排两粒的双联气枪飞弹，佮有八粒装伫咧悍马车复仇者飞弹，真正让人开眼界。超远，包括神鹰系列啊，就是直升机的射击，还有就是雷霆系列，雷霆2000火箭弹的射击，都会让这些精准弹药的用量就是提高，来加强部队的训练的这实战能力。陆军采购97第九片分别是有雷霆、神鹰甲神鹰草案，虽然是类型型的草案，也毋过拄好美国、日本的领袖伫华府各峰会，总统同赖清德有呾公布第一波雷个人数名单，特别有意义。战略上，由于时值美日的高峰会，还有就是中共不断的以各种灰色地带手段来威吓台湾、压迫菲律宾，所以国军展现这种火力的试射是可以就传递我们自我防卫的决心跟意志。中国对台湾施加压力，影响区域和平稳定。陆军在南台湾先实施年度实弹演练，强化咱自主能量。民视新闻屏东报道。